重要活动曾被梅根破坏。卡米拉两年后给他致命一击，梅根要急。到谁才是王，是最高调的人，也许所有人都会说是梅根，他时不时在找镜头的做法，让人们相信他确实比其他王室成员更高调。高调并不能算是一个毛病，可谓博眼球精，常和王室成员抢夺焦点，就是梅根的不对了。就像他两年前对卡米拉做的事情，就算是出格了。卡米拉嫁入英国王室前，因为和查尔斯王子之间的那点事情，遭到许多戴安娜王妃粉丝的批评，被唾沫星子淹了十多年，五年不敢出门。婚当天他都不愿起床，这足以见得他和查尔斯结婚时有多么恐慌。卡米拉值得表扬的一点是，他想要改善自身形象的想法很强烈。于卡米拉来说，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不像梅根一样一边在嚷嚷着要改善形象，一边什么都不做，一天到晚只想着赚钱。可以看出，和梅根相比，卡米拉更注重实践他在两年前的一个做法，非常值得人们称道。2019年，卡米拉曾为一个活动做出精心的准备，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准备好一切。王室知情人称，在过去的四年中，卡米拉兢兢业业，背后做了很多准备工作，用他的个人平台和个人经验，重点强调了很多问题，给很多受难的人带来了帮助。在这四年中，卡米拉一直在帮助的人就是和家暴有关的女性受害者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他做了一次演讲，差点就要扭转自己的形象，结果被梅根给破坏了。就在卡米拉做演讲的时候，梅根突然带他去了国家大剧院。作为王室赞助人的他这次去是有备而来的。据悉，跟去之前都没和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打招呼，他突然过去让很多人都感到措不及手。不过梅根过去只拍了几张照片，把他们发到了他的社交媒体上。跟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当时总共有100万粉丝。他把那几张照片发到网上后，成功的抢走了婆婆的焦点。对卡米拉的影响是非常深的，这意味着他在过去四年中做了无用功。很显然，梅根的做法让卡米拉非常生气，他后来一直都想要夺走梅根的最爱，也就是国家大剧院。梅根是一名演员，国家大剧院
于他而言有重要意义，不过人走茶凉。离开英国王室后，这家机构的王室赞助人不再是他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妃常仁慈在梅根和哈里王子走了足两年后，才将他们的一些重要工作分给其他王室成员，其中就包括梅根的国家大剧院，现在的王室赞助人就是卡米拉。今年三月，卡米拉接手梅根的国家大剧院，这其中大有文章。首先，现在哈里夫妇的工作一般不会分给卡米拉。比方说爱德华夫妇就接手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。近日爱德华王子取代哈里王子去了一趟非洲，凯特王妃也接手过哈里的两家橄榄球机构。从国家大剧院最终的归属看得出卡米拉多没有心机，两年前被梅根抢进之后，心结一直没有打开，所以他才接手了梅根最喜欢的一家机构。这也是对后者而言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。哈里夫妇离开英国王室后，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作一直没有被分出去。有可能是女王在考虑他们还想要回到王室，现在他们最重要的工作都分出来了，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，也回不去了。两年前卡米拉被梅根抢进，现在他夺走了梅根最重要的职务。梅根一定会非常的焦急，因为他再也没有退路了。到谁才是王是最高调的人，也许所有人都会说是梅根，他时不时在找镜头的做法，让人们相信他确实比其他王室成员更高调。高调并不能算是一个毛病，可谓博眼球精，常和王室成员抢夺焦点，就是梅根的不对了。像他两年前对卡米拉做的事情，就算是出格了。卡米拉嫁入英国王室前，因为和查尔斯王子之间的那点事情，曾遭到许多戴安娜王妃粉丝的批评，被唾沫星子淹了十多年，五年不敢出门。婚当天他都不愿起床，这足以见得他和查尔斯结婚时有多么恐慌。不过卡米拉值得表扬的一点是，他想要改善自身形象的想法很强烈。于卡米拉来说，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不像梅根一样边在嚷嚷着要改善形象，一边什么都不做，一天到晚只想着赚钱。已看出和梅根相比，卡米拉更注重实践他在两年前的一个做法，非常值得人们称道。
2019年，卡米拉曾为一个活动做出精心的准备，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准备好一切。王室知情人称，在过去的四年中，卡米拉兢兢业业，在背后做了很多准备工作，用他的个人平台和个人经验强调了很多问题，给很多受难的人带来了帮助。在这四年中，卡米拉一直在帮助的人就是和家暴有关的女性受害者。在2019年的时候，他做了一次演讲，差点就要扭转自己的形象，结果被梅根给破坏了。就在卡米拉做演讲的时候，梅根突然带他去了国家大剧院。作为王室赞助人的他这次去是有备而来的。据悉，梅根去之前都没和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打招呼，他突然过去让很多人都感到措不及手。过梅根过去只拍了几张照片，把他们发到了他的社交媒体上。跟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当时总共有100万粉丝。他把那几张照片发到网上后，成功的抢走了婆婆的焦点。对卡米拉的影响是非常深的，这意味着他在过去四年中做了无用功。很显然，梅根的做法让卡米拉非常生气，他后来一直都想要夺走梅根的最爱，也就是国家大剧院。梅根是一名演员，说国家大剧院于他而言有重要意义，不过人走茶凉。离开英国王室后，这家机构的王室赞助人不再是他。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非常仁慈，在梅根和哈里王子走了足两年后，还将他们的一些重要工作分给其他王室成员，其中就包括梅根的国家大剧院。现在的王室赞助人就是卡米拉。今年三月，卡米拉接手梅根的国家大剧院，这其中大有文章。首先，现在哈里夫妇的工作一般不会分给卡米拉。比方说爱德华夫妇就接手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。近日爱德华王子取代哈里王子去了一趟非洲，凯特王妃也接手过哈里的两家橄榄球机构。从国家大剧院最终的归属看得出卡米拉多没有心机，两年前被梅根抢进之后，他的心结一直没有打开，所以他才接手了梅根最喜欢的一家机构，也是对后者而言最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。哈里夫妇离开英国王室后，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作一直没有被分出去，有可能是女王在考虑他们还想要回到
王室，现在他们最重要的工作都分出来了，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，也回不去了。两年前卡米拉被梅根抢尽，现在他夺走了梅根最重要的职务。梅根一定会非常的焦急，因为他再也没有退路了。